一闪一闪亮晶晶，留下岁月的痕迹。我的时间的中心依然还是你。这就这样吧，简单的来一下。那个找对象什么时候找？让我们是一档恋爱节目，想给你介绍一个超帅的男朋友，还会弹琴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也可以是吧？可以去看看。如果今天跟他谈成了，你会想跟他一起做什么？今天吃个饭，看个电影。可以可以，我给你指一下电影院，在这儿。哦，在这儿啊，可以吧？好。那你喜欢听音乐吗？喜欢呀、啊，喜欢听薛之谦的、周杰伦的。男生会唱歌，你要不要等一会儿叫他给你来一首？好，是不是？可以，快到了。你找找，我给你理一理是吧？你们觉得这样怎么样？OK 了。你怎么又想偷看、啊？谁不想看帅哥呢？哦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是不是、啊？那你们都拿个机位对着他了，我觉得也是。不能偷看，不能偷看，不能偷看。去吧，来加油，用你的个人魅力征服。等一下，我准备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怎么走这么久啊？搞得我更紧张了。OK 了吗？应该 OK 了。我前面来，他过来。哎呦，你在干嘛？你试试，让我。好帅呀！我叫陈十一，然后你叫我十一就好了。现在的职业呢是琴行老师，然后我觉得你挺好看的。要不吃个饭看个电影？啊，会不会太快了？没有太快啊。是我比较喜欢会弹唱的男生。什么？就开始啥？弹得好听我就跟你去看电影。开始了是吗？哇哦！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阵风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。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可以。怎么样？那可以，咱们就去看电影、吃饭了。现在就去啊！我们还想玩个小游戏，可以吗？什么小游戏？是女生逼咚男生，然后两个人嘴唇要距离一厘米，坚持十秒钟，完成这个小挑战的话，是可以帮你们还清花呗。真的吗？那能不能帮我清空购物车？那样子的话是清空前两项。好，可以吗？快点，开始。哦，哇，你跑不了了。